妈呀，姐，这么多钱给我们准备的吗？对对对，给你们准备的，一定不是，你看他包那么多个，包这么多多累呀，姐，我教你，拿这个，对，一包一个，一包一个，肯定够了，对对对，你这30个就够了，包这么多多累呀，这样子的话太过夸张了吧，哪里有红包？<笑>我的没那么多钱包，我这些是包了很多很多人的，不是包给你们几个人的，知道吗？意思我们没分吗？ 你们有份呀，这里呀，随便挑一个呀，可以呀。这里面多少？哎呀，红包不要在于金额大小。哎，你看你这么大一个，你拿。哎呀，我要那个大的。红包不在于大小，也不在于金额，只在图一个年头，知道吗？懂了吗？我有这份心，这些的话都是我今天才去银行里面换的新钱，然后还特意给你们买了红包，不光是你们也有，我的。 一大部分的话，全都是给市场里面的那些缅甸朋友准备的，因为我每年都有给他们发红包，这个你是知道的，每一年的钱都会有给他们发红包，发了3年了，这是第3个年头，知道了吗？又开始要给他们发红包了。对呀，我每一天给他们谈价，拳打脚踢的，我觉得有时候我真的有时候真的是火气太足了，哎呀，我没有请人家吃饭，给他们发一个红包就可以了，你觉得呢？ 我觉得我的还可以再大点。哎呀，再大装不下了。真是的，怎么可能会装不下呀，姐？不用装的。哎，不用装的红包也没有多少意思，知道吗？要有红包，这个才是一个好运的开始。这再过2天的话，就要过年了。然后呢，我再给他们每个人包一个红包，等他晚上的话拿到市场里面去给他们发了。哇，他们得开心死。那可。 其实缅甸朋友的话也很支持我的啦，我也很支持他们的啦，知道吗？然后人家每一次都来给我送货，而且也有新货就朝我这里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每一次都还这样，然后还这样，左一拳右一拳。你终于知道了，好多人都吐槽你的。其实我并非是真的想打他们骂他们，因为有时候。 说话太快，然后呢，他们嗡嗡的太快了，然后有时候我脑子也不好使，然后呢就这样，我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女孩子。完了，你这点一说，跟找不到男朋友了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找不到没关系，你不要找这边来。像你这样温柔，一大排男孩子追你。哎呀，这话说的，怎么好意思呢？那有什么用？你只能挑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只能挑一个。看你们两个每天都辛苦的给我拍视频。 多给你们加100块钱啊！啊，哟，谢，比别人多100块钱呢，这是你的。嗯，谢谢姐。300，300好像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还不够。够啦！比我还贪呀，我大哥。比我还贪，比他还贪，来，给一个。嗯，走，我们去市场里面把这包红包全部发了。我帮你背。可以可以。昨天买了好多啊，今天买什么？ 好的，要不要今天？今天不要什么，今天什么都不要。过年了，给你个红包，谢谢你。我领了个老朋友来，是的，老朋友来。嗨，祝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昨天我买了很多人。新年快乐！今天快乐，买买，祝你们回家了。谢谢谢谢，拜拜。啊，不要不要那。等一下嘛，等一下嘛，不要着急。啊，好，发红包了。 好朋友来，好朋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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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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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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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
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